感谢主啊！今天选这首歌呢，啊，非常古老，40年代的时候写的。那个时候大概是50、60年代吧，那时候是非常流行啊。那时候我还是小小孩，40年代的，哎，在座没有多少人诞生吧？啊，但是我是说，真的，感谢神有一首这样的啊。古老的歌，其实它的背景是描写中国历史，一些，啊，伟大的基督徒，他们影响到教会的历史，他们在，啊，暗中做了很多很多服侍神，啊，给他们这个影响的世界，但是他们就是，啊，暗暗的，在神面前受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，啊啊，感谢主让我们唱听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受感动，啊，求主怜悯。今天我跟各位思想有点点连带的关系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26、27节、啊，我们一起来看 这两节圣经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拉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今天我们来看扫罗一个 很有名的故事，大家也知道了，他大马士耶稣改变了他，在大马士的路上成为了门徒，他本来是抓基督徒的，结果成了门徒，故此呢，他回去的时候，犹太人就不信，犹太人反而要杀他。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但是却被门徒拒绝，不信任，甚至让保罗感觉，叫扫罗啊，当时还没改名，他感觉非常的被孤立无助，有点被抛弃的感觉。像我们来说是两头不到岸，哦，那边以前跟他一起的人要追杀他，这边他本来要追杀的也不接纳他，不承认他，不相信他。在这个时候圣经说唯有巴拉巴接待他，这个唯有很有意思啊，是说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了，没有人。那影响保罗生命的，我想是巴拉巴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如果从这节圣经来看，当他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，但是唯有巴拉巴接待他。那其实巴拉巴不是他的名字来的，巴拉巴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外号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瑟，只是拿巴的儿子。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，很会劝勉人，很会劝慰别人，所以他的名字这个意思呢就成了他的名字巴拉巴。在圣经中巴这个字呢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啊，这是拿巴的儿子， son of 拿巴，这是巴拉巴。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约瑟，那他的劝慰的功夫做得太好了，人反而不叫他的名字，反正叫他的外号，哎，圈内的人呢，你过来。啊，他这个无私的接纳、信任和见证呢，实在影响了扫罗，其实也影响了当时的教会跟那些领袖。所以甚至有人说呢，没有巴拉巴就没有扫罗，啊，当然不是绝对的了，神大大起来。但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你不能说没有道理。在人的接触、人的转、人生的这个衔接点当中，巴拉巴对扫罗的生命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作用。我看巴拉巴的生平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，讲过这个道，讲巴拉巴这个人。哦，从他身上我想出一句话，就是不要争第一，要做唯一。这个世界的观念不一样，人都喜欢用方法耍手段，为着争做第一。但是
当我们争到第一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必定会把人挤在下面。所以圣经说唯有巴拉巴接待他，这对扫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他因此扫罗因此得着教会的支持与认可接纳，让他以后更有能力的放胆的去传道，将这个扫罗扶持了起来。好像人家都要推倒他的时候，幸亏有个巴拉巴扶他一把，带着他，领他起来，做他好像他身边的一个 mentor， 帮助他，带着他。我感谢神，教会里面实在需要很多属灵的同工，我们对不起，应该每个同工都属灵的，一起来服侍神。教会需要有这些人暗中的能够帮助一些被孤立的、被人排斥的、给人不信任的，甚至孤单孤独的，唯有一个人帮助他，也 可能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班同工，在教会当中尽量做，不要争第一，要做唯一，唯一就是你，只有你这个角色就是你。所以从圣经里面记载，我发现哦，这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句，跟他两个人名字摆在一起的时候，当初总是记载巴拉巴与扫罗，巴拉巴与扫罗，但是经过一些时间、一些历练、一些工作的表现之后，慢慢我发现圣经的排列颠倒。后来你看圣经，后来那段是记载扫罗与巴拉巴，扫罗在前面，保罗与巴拉巴，他放在前面，巴拉巴隐退。所以巴拉巴做完了他的工作，那个时候神要他就是慢慢的这个角色让保罗显露出来。所以我发现哦，如果没有巴拉巴就没有扫罗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分，因为巴拉巴实在是个劝慰的人。当一个某某人能够跌倒了，不被接纳了，不被信任了，孤单了，哎，有一个人在旁边扶他一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如果人人都做到，无论是教会也好，社会也好，不要争第一做唯一，我想假如人人都如此的话，都甘心做唯一，我想这个世界也许不一样吧，会改变很多吧，你想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感谢主，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不是做第一，他是做唯一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不能没有耶稣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可能有些人我们不能没有他，反过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也成为别人最重要的人，唯一的人，能够在人最潦倒的时候能够扶他一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世界。我们低头祷告吧。谢谢恩主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没有是非黑白的时候，人都彼此的陷害的时候，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周遭的人唯一扶他一把的人，用我们成为一个圈位置，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主恩待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